然后就不会那么热。你就买一个不要就二手卖掉。试穿啊，这也可以试穿。可以啊。大什么什么叫做哦？所以它有200%的材质。什么叫做200%材质？它上面有100%，然后下面有100%，它总共有200%的材质。它是这里跟这里是分开的两个。对啊。什么东西？所以它你加法它整个有200%的东西啊。比较小的，因为比较瘦，这是比较大的。我不知道啊。